者詹香娜台北报道。自11月肖淑慎仅为小14岁，老公梁轩安新事业明星之旅炸台，两人结婚半年大方晒恩爱。梁轩安忙事业金一上台就感慨落泪，让他冰海心疼。肖淑慎婚后生活甜蜜，直呼多次嫁对人，大方喊交往两年都没避孕，没备孕他还从44公斤胖到56公斤，被笑会幸福肥。他笑喊28日将跟首发团去中内蒙古，有点担心突然怀孕怎么办，如果真的怀孕就退团，现在真的没有，如果28日看到我没有去就知道为什么了。他透露老公对外都喊顺其自然，但在家中都会耍赖，我老公都会骂我，问说什么时候要帮他生小孩。谈到夫妻相处之道，他笑喊老公有耐心，每次当他发火老公都会冷静以对，见情况没办法收拾前嘴子就抱紧处理，用十字固定把抱紧紧，还会嘴甜哄，网路说这样做女生就不会生气了，我还要亲你，网路上说女生被亲就不会生气了，甜蜜哄气招式让她瞬间消气。明星之旅平台记者会，肖淑慎、梁轩安，记者潘少棠社。明星之旅平台记者会，肖淑慎、梁轩安，记者潘少棠社。